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了断郡主对本王的一片真心？不要再为我纠缠。你听着，红信是我拉断的。我王与摘星不是患难与共，互表心迹，为什么忽然一夜之间？ 全都变了。天底下哪一个男人，听到一个女人说要与他生死与共，不会意乱情迷呢？我试一试心动，但我听到郡主说想要一个纯粹、没有谎言的感情时，我才发现本王做不到。 虽然无法真心对你，但你今晚的表现让本王兴起。想玩玩也是可以的，可你实在太不懂事，不懂得取悦本王，无趣至极。老实告诉你，若非陛下赐婚，马摘星。 你不会是本王要的女人，所以，在宴会上，在王府，你对我种种的刁难、冷落，还有不满，就是想逼翟行知难而退。 殿下对摘星早已没有一丝情，郡主明白就好。本王也不用再演戏了，每天对着一个倒胃口的女人，比我带兵打仗还要累。回禀殿下，回禀殿下，殿下，绿服姑娘给您安排好了。 摘星啊，郡主啊，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夔州城上下的黎民百姓，啊，谁让您不能取悦殿下呢？您会连累我们。举报我迎接绿服姑娘，如何取悦本王吗？还不走？怎么？你是想看绿服姑娘如何取悦本王吗？留下也好，可以在旁边好好学习，说不定本王日后还会对你有一丝期待。宝王，你无耻！